咧就喺頭先我所講嘅依一間酒店房間裏面休息，包括三名嘅本地男子同埋十一名嘅南亞裔男子咧，係上到分別上到依個酒店嘅後梯間咧，係進行埋伏嘅。咁其中一名本地男子咧，其實十八號嘅較早時分咧，係透過電話、微信係同其中一名事主咧係聯繫上嘅。咁聲稱話自己咧要唱錢翻大陸。一名嘅本地男子咧，到咗十六樓之後咧，照舊用微信知會依位事主。依位事主不如有詐，就放依一位男子咧進入咗房間洽談生意啦。大概二十分鐘之後咧，依名事主就離開咗房間，洽談係無果嘅。而另外嗰一干人等咧，就喺依一個時候咧，一擁而上進入咗依個房間裏面。經過一輪大肆嘅搜殺之後咧，依十四名嘅男子咧，亦都係離開咗現場，迅速離開咗現場嘅。而閉路電視影像咧，係影到其中一名本地男子咧，係孭住咗事主嘅一個綠色嘅背囊，裡面係裝住咗咧234元港幣同埋一名全新嘅 iPhone 8 Plus 嘅。旺角重案組三隊喺清晨時分接手調查依一單案件，而我哋係迅速翻查咗酒店同埋附近街道嘅 CCTV 記錄。經過一輪資料收集同埋情報分析之後咧，我哋就鎖定咗一名40歲姓陳嘅本地男子。